像那个法师到极乐世界，叫天堂。嗯，天堂是这样，谁在天堂？还是讲这个雅维，这个雅维是世界上所供认的，所以就是在混沌以前，世界的形成，这是历史规律，不是人们所想。说我信就是，我不信就不是，你不信也是，你信也是，是吧？你不信也是这自然界，我们就没有用，就是这么下来的。无极就从那时候产生的。那么这世界来源就是上帝造的。这谁也扯不关，是吧？也搞定不了，就这么个事儿。嗯，那我们正常说，也就是不当是无极混沌，是亚维与无极混沌。对，有关。所以想问你，亚维跟无极混沌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混沌就是世界创造，你不能违背自然了。嗯，是吧？你既然承认这个自然有亚维，它是至高无上创造世界，那你不能再说出别的来。是不是？这混沌呢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啊？是不是？是从无极混沌开始。对呀、啊，啊，不单这样，中国古老的历史也是啊，混沌了、啊，混沌时代以后是什么天地啊？没有这个天地之前就是混沌了、啊嗯。中国也是这认为啊。嗯。啊，这没有什么其他的疑问的。五界混沌是分不开的啊，那就没别的可说的了。就是一个，那还有什么可说的？无极混沌就是亚维，亚维创造了世界。是吧？世界没形成以前就是混沌，就是亚维，连一个联系的，是吧？是不是？世界没形成以前就是混沌，是吧？就是无极，无止境，啊，没有限度。这大的世界多大，谁也说不着。今后发生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其他物质？就是说先有无极混沌，然后从无到有，就是那个亚维。不是，先有的亚维。嗯。嗯。啊。亚维在没创世界以前是混沌，亚维创世界是两个阶段，亚维至高无上的上中，没有创世界以前是混沌的，所以为了造一个世界才造这个世界，那是第二一步，是吧？哎，没造世界以前是混沌的，亚维上帝是在最主，他这是个造物主嘛，是吧？造物主先存在，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出于混沌时代。嗯，混沌时代上主说了，要造一个世界，这会儿才有世界形成。嗯，这么个过程啊、嗯，没有什么区别。那我们、嗯、我们的亚维创造世界，你不能违背啊。先啊，就是混沌呢，亚维和无极混沌是也是分不开的。啊，分不开的，也是分不开的啊，没别的，这跟人没什么信仰问题啊，根本的问题这是，你信也是，不信也是啊、嗯，对，这是历史。是吧？这是历史，谁也推翻不了的，是吧？嗯，连伊斯兰、穆斯林、回教都知道亚维，实际上，中国一些农民无知识的承认有老天爷，老天爷就是上主亚维啊，是不是啊？那你是不是觉得不光信不信亚维？事情存在，对，亚维都在每个人的心里面，对，可以这么说，对，是可以这么讲，嗯。是信不信不是你个人的问题，我知道。哎，那这，比说是我是无极混沌，哎，现在我对，我，嗯，亚维was the one that， 看一下 ，responsible from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So Yahweh is an intelligence. Yes. That, huh? Isn't Yahweh Yahweh?Yes, it's the same. God. Yes. God. Yes. God. So God is the intelligence, and so the first, in a sense, the first step of God's creation is primordial chaos. Mm-hmm. And then primordial chaos creates, mm-hmm. as foreground chaos comes. Mm-hmm. Okay. And Jesus Christ is from Yahweh. Mm-hmm. Yeah, he's the son of Yahweh. I would love to hear him speak to Christian. I guess I'd like to ask how
财务机会能不能把人们崩掉，是不是？但是你这种情况也跟无机有关。哎呦，关系不能直接谈谈这个整个圣经上的事儿。This is really want to talk about it. 谈圣经，你把圣经抄上就完了嘛，这何必解释嘛？你要谈圣经，直接把圣经抄进去就完了嘛。Everything is too much in the Bible. 嗯，是不是？啊，这个跟你讲，我跟你这个一这么讲啊，你简单的说吧，这个事儿就这么摆的。嗯。你要中国开始。世界公认的就是 God， 是 God， 上帝，是吧？造物主，文明真主的，这都是一样。说你不信它也存在。嗯。那么世界形成以后呢，它诞生了。从不要讲其他的国家，就从中国历史来讲，是吧？其他当然从欧洲一些国家还是信仰上帝的，啊，包括这个犹太啊，是吧？那么到中国呢？这会儿也是信的，是吧？从夏商都信神了，是不是啊？嗯，后来还信有鬼啊，这是中国的历史啊。所以到周开始产生阴阳，那就是跟大家的人这个才时候呢，刚开始认识世界。通过这个周往后到春秋时代了，还有的这个神的概念了。还没有完全脱节，挺发达的。后来才产生道教。你这个是道教在以前呢，还是亚威在以前？还有从这以后，道教产生以后，先后产生佛教。你佛教以前，你佛教产生多少年？你佛教只谈什么？就是佛教的佛经，但是他没说这任何宗教没有说三个。没有说这个。